过那个在戏里面真的是舍身救牛啊，对不对？现实世界如果真的是这种状况，你也会二话不说非扑上去挡住敌人吗？我想现实当中比较少会遇到这种状况。也是啦，因为毕竟他是在仙界嘛，就是会有一些飞，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会有想象力的。啊，太好了，等于是直接间接的否认他是现实世界，还是要实际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实世界你有可能挡住总统府的砂石车吗？你有可能吗？哦，这个我今天有听我妈妈说了，对，我有 follow 到，因为今天我就开车，好久没有回台湾嘛，然后我就开车出去逛一逛，我妈妈就来了，因为她今天要陪我一起看电影，看《大闹天宫》，然后她就跟我聊起了就开砂石车这状态，我个人是觉得疯狂了点。是是是，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这过年前大家和平一点，对不对？希望可以要看打斗看电影就好了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子丹哥既然说要打斗，您是动作导演，这几个人到底谁比较厉害？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厉害，真的吗？在他们面前，我怎么说？怎么能说谁厉害啊？真的，那你们先到后台去，都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不过我觉得导演最厉害。导演真的很厉害，导演最厉害。对，导演要驾驭这么多大牌，还有很多的新朋友，我们也不能忽略哈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最佳的新的新秀女主角哈，来夏梓潼跟大家问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夏梓潼。夏梓潼扮演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，就是这个狐狸精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今天特别穿的跟戏里面一样，一身雪白，感觉如何拍这部3D 的电影？这应该是第一次这种经验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很刺激，然后也学到了特别多。是是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拍这种科技片呢、啊，你基本上都是对着栏目在演戏，现场基本上是看不到山、看不到海的，对不对？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很复杂，因为导演最开始选我去演这个角色，就是想要我真的把真的东西掏出来给他看。是是是，但是一到我真的愿意去掏真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旁边都不是真的，我不在一个真实的环境，对呀，我觉得很矛盾。是是。然后你所有的目光都要靠想象。是，没错，所有的眼神，然后你走位，你可能会碰到的东西都要靠特效来处理。但是呢，哎，你们看过完成的片子了吗？我在晚上昨天看了，超级逼真，对不对？那个毛发各种，对不对？子丹，大家觉得成品怎么样？看完之后感觉如何？好贵了。啊，很贵，好贵、啊，很贵，有你的片酬贵吗？不是，我最便宜就是我的、啊、真的吗？其他都贵，周润发很贵啊，对不对？也很贵，这个不用说了，这不用说了，天王了嘛。对 ，Aaron 看完之后感觉如何？震撼，震撼。OK， 这个真的是很逼真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在亚洲的开埠以来，是在一个3D 属于一个动画的一个电影上面。我觉得做的是最精致的一部电影，应该是史上最棒的一部了，因为技术一直在进步当中。我觉得一直在进步，因为真的花了很多。你看完之后，你会我觉得哇，后面他们用的一种心血，是花了那么多时间里面，我觉得真的。我觉得叹为观止吧。没错，那个心血真的非常的多、哦，我们花了好多钱、好多心力。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是大部分差不多90%以上都是绿布景，对，蓝布或绿布。但是你看完这个电影，你会看到那么丰富，对哇，我都。包括那个山水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悬崖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很夸张、没错，这是所有人的心血。讲到心血，就不能不讲到鸭血，少吃一点鸭血啊、哦！最近鸭血都掺鸡血啊！真的吗？对，你要注意了啊！今天晚上不吃了。对，今天点别的吃啊、哦，也不吃牛肉， okay、因为我是牛魔王啊。牛魔王不吃牛，牛魔王不能吃牛。Okay、那吃猪也不吃猴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请问哎，那 Peter 你看完感觉怎么样？因为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啊，要不就拍过 3D 电影，要不也看过 3D 电影。你看完这个。大闹天宫感觉是什么？其实我是很期待，因为我还没有机会看。你还没看啊、哦？我是今晚跟我爸妈一起啊。训，我已经看过了啊。是是是是啊，我们笑他笑他，是的。哎呀，那慢动作了。小恩看过了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也还没看过。还没看过，只有我跟甄子丹、郭富城还看过了哈。啊，嘉欣看过了吗？昨天看过了。啊 ，good good good， 那你少吃一点鸭血哈。OK， 好。